诸三长老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那么今日讲这个《维摩诘经》啊，今日已经进入了第十一天。那么会记前啊，有甲这经文介绍了一番。那么佮后壁一段呢，阿未甲这经文解解释完。所以呢，咱今日啦。延续了咱所讲无聊呢，注意，请拍开咱经文哈，伊个佛经伊哩讲，集中发布如海导师了达诸法深妙之意，伊这意思就是安怎讲呢？就是讲了啊，菩萨也引导众生啊，入于大大乘的法海，采集了一切发财德宝，就如同航海导师呢，导致商人呐、啊、入于大海呢，采集了珠宝迄一样啦。那么简单讲，就是一款的譬论，因为呢，菩萨啊，已经过三代阿僧祇劫的修行。广修一切地，道种地，所以地位对于自己来讲呢，伊拢有执着啊。那么伊就真大慈大悲呢，引导众生呢，入来如来大海内底，采集一切法宝，就如同呢，咱外面去做商人呐、啊，哦，属龙工商的商人呢。那么伊引导人呢，哇！去猜出这样一切主播就对了。伊在这所在用航海家呢来做批论啦。那么这航海这导师啊，真引导这商人一一敢鼓励敢劝，讲大海内底真济真济主播，恁会当入大海呢去猜出遐主播出来呢？这就是菩萨呢伊的慈悲的所在。那么下面佫讲。讲了达诸法深妙之意啦，这意思就是讲了菩萨呢，伊通达一切诸法伊实相，了解诸法的本来面目。那么伊实相微妙道理呢，菩萨伊拢了达啦，拢清清楚楚就对啦。好，注意个听好，后壁个一句，叫做是善知众生啊。往来所处，即心所行。伊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是讲了菩萨啊，伊知影众生伫六道当中往来状况、作业的状况、生死状况、轮回状况，做啥物因受啥物果，这对菩萨来讲呢，伊有清清楚楚啊。所以讲六道的众生。哇！伫往来受生死轮回啦，伊所做的一点一滴，甚至众生的起心动念呢，所起的善，所起的恶啊，伊菩萨也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、历历分明啊。安尼叫啥？善知众生往来所处，急心所行。那么，当我联想到三世因果经啦，有安尼讲。伊讲欲知前世因呐、啊，今生受食施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食施啦。那么这段意思
就真明显讲出一段前因后果的因果就出来啊。伊讲你若要知影讲过去生中你做啥物因呢？人世间人讲，我过去生中唔知做啥歹积德啦。这你也免问佛祖，也免问神明，问你家己就知影。用今生作假修假事，你这世的人，你所扮演的角色是富贵，是贫穷，是下贱，或者是呢人心哦有德行人，看你这世人所接受果报就知影。由你这世的人所接受的富贵贫贱，就了解到你过去生中做什么因啊？因叫做啥？欲知前世因啊，今生修假事。你这世的人所修的一点一滴，好歹快乐痛苦，人生观有充实无？无充实无？或者是一世的人当中有坎坎坷坷无？或者是呢一帆风顺无？这种跟过去生中有密切的关系。伊阁讲，欲知来世果啊。今生作假事啊！你若想讲要了解到呢未来的果报会安怎？想要了解到来生的状况安怎？因为今生呢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因啊，这拢是决定了来生的果。这唔免搁讲呢，问佛祖、问菩萨啦。因为啊，这世间都是一面的因果啊。所以呢，你一点一滴哦，积极行动、起心动念啊，拢总有因果啊。所以呢，三世因果经唔再敢交代个呢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。伊个讲啊，讲欲知前世因啊，今生修假事；欲知来世果啊，今生作假事啊，就是这道理啊。总共一句啊，众生造作无量的业啊，在这三界沉沦生死，受无量的痛苦呢。所以难怪释迦佛祖批评一句话，伊讲叫做可怜悯者。咱呢，皆造业受生死轮回呢，是特地有智慧，或者是有圣人呢，伊敢怜悯个同情呐。所以呢。唔则多加了啊，诸分呢啊，多加诸旁来世间度众生。如果呢，咱每一人修个开悟正果啦，安尼十方诸佛，伊就何必来人间呢？所以来人间，就是怜悯着咱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，这些无地众生、助业的众生啊。所以，咱多加诸旁呢，等于世间度众生的。好，诸位菩萨，搁听好。那么下面，咱继续讲这个《维摩诘经》的经文吼。经文伊安尼讲咯：近无顶顶佛自在慧，十力无畏，十八不恭，关闭一切诸恶处闻，二圣五道一现其身，为大医王，善疗众病。应病医药，令得复行，无量功德皆成就，无量佛道皆严正。其见闻者，无不蒙利，自有所作，亦不动观。如是一切功德，皆是具足。这段的意思呢？就是释迦如来赞叹了三万两千尊，而且大菩萨的功德，以德行就对了。那么伊安尼讲，伊讲这三万两千的菩萨呢，那么因的智慧啊，也已经渐渐呢，接近了诸佛的智慧啊，就对了。诸佛的自在智慧呢，这菩萨已经得接近啊。但是还未定义哦，就要接近啊，这后边解释会到。那么佛的地位有一多位呢？有所谓啊，十力啦、啊，哦，数无所谓，
哪会是十八不共法？这嘛是佛祖大智慧啊，伊所成就的功德啊。那么菩萨伊做啥物工作？伊就是啊，实现伫这个六道的当中呢。哎，有当实现兔啊啦，实现鹿王啦，实现呢这鸟类，或者是实现是人道、阿修罗道、地狱道、畜生道，来遮创啊！来遮就是要关闭众生一切诸恶啊！不但关闭众生，茫互伊诸恶，就是一般讲恭敬随缘，这该做，这不该做，佛祖拢甲你讲清楚。叫做关闭一切众生的诸恶，不但如此呢，佫开始这个菩提涅槃之路，互伊行。如何处理生死？如何解脱生死？伊甲你关闭你自我，佮叫你爱修行，这就是菩萨的悲心透骨的所在。那菩萨呢，伊拢抱着呢，这世以即款的心态来伫这世间，所以作为大医王啊，知影众生啥物病，伊就开啥物法药呢，来互众生复行。那么菩萨伊所有啊，所修的这个福报，所修的地位，所修的愿力跟信心呢，拢总功德具足啊。那么当时呢，伊个呢无尽为了呢来庄严伊自己世界，叫做啥无量佛陀呢戒严经啊。伊啊为伊以后成佛了后，要成就的世界，伫遐庄严，伫遐叫清净就对。所以呢，那每当有人看到菩萨，有听到，有看到，有闻到人呢，人人拢得大利益啊！注意个听好，那么菩萨所做一点一滴呢，也当讲是福不同观呐、啊。伊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因果啊，没有白做就对。就以上所讲的一点一滴的因果呢，菩萨的功德拢完全具足啊啦！安尼注意清楚无？这就是啊，这段经文大概伊是消文的意思。下面咱详细来解说。头一句伊安尼讲，用近无顶顶佛自在慧，这啥物意思？咱先来讲，讲啥物叫做佛的自在慧啦？就是啊，佛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以一切诸法的智慧，能无碍自在，畅达无阻，是名佛自在慧。简单讲，佛应大家会当自在啊。所以讲，法王法王，王是叫做啥？自在意思。佛能以法自在，名之为法王。那么，十方三世诸佛。伊能了解到一切万法能自在，能运作万法自在，能方法自在，伫一切法自在，咱称呼叫啥？佛的自在慧啊！又搁伊能了解到过去安怎，现在安怎，未来安怎，佛祖拢会清楚。所以，讲经说法当中呢，会当是畅达无阻啦，无去阻碍了。佛就是这个本事嘛。那么下面又听好，咱讲无顶顶佛啊，无顶什么意思？无顶就是只有诸法的实相，究竟的真理，无有可以呢，以及上顶呢、啊。真理的物件是无法度任何物件跟伊相比啊，是绝对啊，是决定的。无有任何一个相对台翻的，会当甲伊比拼的啊！所以为毛结经，为毛结经讲啊？讲法者无有比啊，有比者就非法。所以呢，你若证悟了这诸法的实相的时啊，已经大家绝对啊，叫做无定。哦，譬如一个例来讲啊，你的身高有百倍，哦，假设讲啊。百倍上悬的啊！无人有一百八十一日啊！哦，
安尼叫做无顶呢。或者是你讲190公分啊，譬如你上悬的啊，绝对无有一个过191公分呢。或者是讲你230公分，绝对无有一个过231公分呢，叫做无顶。换一句话讲，这是世间的批论呐。那以佛法来讲呢，就是讲你见我诸法的实相，大家不疑法门，大家现义体究竟涅槃的境界呢？这个真理是已经大家呢究竟圆满的时阵，就无法度用这任何世间的物件去批评呀，叫做无定的意思。那么，比如你成佛啦，成佛就是无定啊。那么菩萨无法度跟佛祖呢，落去教就对了，落去较量就对。阿罗汉嘛无法度跟佛祖落去比，声闻的弟子嘛无法度跟佛祖落去比，凡夫众生咱更加无法度跟佛祖落去比，叫做无定呢。安尼注意就听有啦。那么注意听好，啥物话叫做无定定呢？搞到是无定啊！其实这个无定就讲。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甲佛，这拢会当称呼叫做无定。为安怎讲呢？因为这四圣人应见悟诸法的空性，那么只是讲佛祖伊所见悟的诸法的实相较圆满、较究竟，所以咱称呼叫做无定定的意思。好，注意听哦。佛啊，以这个无碍自在慧。客我诸法的实相，宁静智慧，以所证之理啊，到了无二无别的程度，所以呢，称为无定定啦。安尼最敢听有，意思就是讲啦，佛祖用大家依法自在、究竟圆满的状况，所以呢，伊就了解这个诸法的实相。所以他宁静的智慧跟所证的这一切烦恼都打成一片了，没有宁静所证，所证宁静的对待已经大家灵所相蒙，依空相应，因此到了这个境界呢，无二无别的程度啊，咱称呼叫做无定定的境界。那说到白话啦，无定定是几乎来讲，哎，注意清楚哦。好，注意菩萨个听好。那么菩萨呢，伊所修的智慧啊，虽然也已经真广大，但是只可以说为近佛啦，不可以说之为定。所以说为啊，近无定定佛自在慧啦。这是即句的意思，哎，你注意清楚哦。讲到白话，就是讲菩萨，咱不够好人，伊修行修过来，这智慧已经强强要圆满。譬如一个来讲呢，一杯的水啊，你也倒甜，啊、哦，为三分之，剩三分之二，哦，剩三分之，哦，3.9，强强要甜啊，就是差一丝也无甜，安尼就接近甜。但是唔是叫做定啦，哎，注意听有无？叫做无定定啦、啊，哦，简单讲着哦，伊近乎的无定定慧啊，接近啊，但是伊还未成佛呢。所以呢，在这经营啊，咱讲菩萨虽然伊的智慧真广大，但是呢，只不过近乎而已，未当讲定义佛啦。安尼名之为近无定定佛。自在慧，佛经有譬论呐，譬如讲啊，佛祖智慧如同呢15夜的月光明啦，那菩萨伊智慧就如同14夜的月光明，所以平平呢15夜跟14夜已经足接近啦。你唔知讲14夜爱15夜，到底这两粒呢？是对着14还是15呢？因为他两个应足接近。你卡斯讲无足详细个观察的位置呢？你无多辨别出呢？这是15夜还是14夜？
所以呢，也阁有这么呢一点点啊的差别的。总共一句，佛是无上师啦。那么菩萨叫做上师，所以别当呢相提并论呢。安尼注意清楚哦，菩萨叫做上师，佛呢叫做无上师啊。这意思就是讲，哎，咱这所在拢是赞叹菩萨，啊，不过菩萨究竟阿未成佛啦，就亲像呢十五夜毗卢呢是月光明是佛啦，那么十四夜是菩萨，十四夜离这十五夜呢，佫相差一丝丝啊。这丝丝啊呢，你若无相当的智慧，佮高超，而这智慧呢是辨别袂出呢，到底呢？伊是佛还是菩萨？因为因两个智慧、愿力、慈悲已经接近啦。以上就是甲注意呢，啊，讲了所谓讲近无顶顶佛啊，自在慧的意思。介绍个遮呢，过一段路，注意菩萨去听好。那么下面呐、啊，咱有讲这实力啦，在这所在，咱就提这佛的实力呢，哦。来个注意布局。那么佛的实力呢？哎，菩萨也有实力。那菩萨的实力，当然伊也未达到佛的圆满呐。但是已经渐渐呢，已经接近啦。下面我用佛的实力呢，来个注意布局，大家注意听下。因讲，第一，知是处非处地力；第二，第三是业报地力；第三，地主善解脱三昧地力；第四，地主根性力地力；第五，地种种界地力；六，地种种界地力；七，地一切智所道地力；八，地天眼无碍地力；九，地宿命无漏地力；十，地应断习气地力。以上呢，就是所谓啊，佛有十种的能力呢，一力量。这什么力量呢？来，咱解说一下，注意听哦。种大智慧啊，佛修甲呢三大阿僧祇劫应圆满成佛啦。所以佛有十款的能耐呢。第一，叫做知是处非处之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注意听好，就是啊，知一切事物的道理，以非道理之之力啦。简单讲，这个处就是指着事物的真理啦。那讲哦，什么代志拢有一番道理啊？生物有生物的道理。你要做生意有做生意的道理，哦，你要做老师有做老师的道理啊，哎，你要出家有出家的道理啊，哦，你在家修有在家修的道理啊，哦，我转凡入圣有转凡入圣的道理啊，我往生西方净土有往生净土的道理啊，叫做啥呢？处。那么相对的，有道理都无道理啊。因为世间是真相对的啦，有善就是恶，有好就有歹，有是就有非，有男就是有女，有恶就有白，有阴就有阳，有官就有低，有大苦就有善，有落卡就有恶，皮有白就有恶，有好也就有善。所以世间这个差别上呢，是千差万别啦，拢总是相对待，有对立未？所以呢，佛祖呢已经了解到一切事理的道理甲非道理呢，伊拢清清楚楚啊。哎，这健康诶，佛祖清楚；这无健康，伊无了解。哎，这了义，这无了义，佛祖清清楚楚。安尼修会当成佛，安尼修会走入魔，佛祖清清楚楚。哎，你修的方法有时间差无？哎。你修的方法是不是呢？含佛的知见有合无？佛祖清清楚楚，总共一句，
佛祖伊对这人生观甲宇宙观呢，拢望甲清清楚楚，所以名为智者、觉者。所以呢，佛的实力头一个叫啥？知是处，非处之力。这个处简单讲就是道理甲非道理啦，有正确甲无正确，有圆满还是无圆满，是对还是唔对？伊拢有这大智慧呢来分辨。哦，安尼叫做知是处，非处之力。好，第二，佛的实力叫做知三世业报之力。什么叫知三世业报之力啊？就是呢，知一切众生三世因果业报，也即智慧之力啊。这讲甲别个就是讲，佛祖呢，伊知凡夫众生。在六道沉沦生死，做一切一切业呢，佛祖清清楚楚。你过去生中做什么恶因，你所以这世人受这个果报啊，伊清清楚楚。你为安怎这世的人食药啊食袂停，破病一世的人，前因呢如何呢？佛祖清清楚楚，叫做第三世业报的地力啊。你为安怎这世人？方便隆重呢，哦，养尊处优，你福报遐尼大，过去成长的精英，佛祖清清楚楚。你为安怎有法度做大官？为安怎这世地人当中遐尼顺境？过去成长呢，精英呢，佛祖清清楚楚。你这世地人所做的一点一滴呢，以后卖演变未来如何呢？佛祖也清清楚楚。就是知过去、知未来，三世因果呢，清净后、清净后后，伊拢一目了然呢。有这智慧的力量出来，伊会清楚。佮第三呢，叫做知诸相解脱三摩地力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啊，知众生，或者是知呢诸法的禅定，以及呢解脱。无量百千三万顶，而且智慧之力，这简单讲就是讲，佛祖呢，不论是世间禅，或者是出世间禅，或者是如来无上的上上禅呢，禅定方面呢，佛祖拢总解脱啦。所以呢，三界内，或者是出三界，所有无量百千。万的这个啥，一三摩呢，伊拢清楚啊，伊有这智慧之力啊。下单讲就讲，伊禅定方面呢，已经拢解脱了，因此叫做啥，知诸禅解脱呢三摩之力。好，再个听哦，实力的第四，叫做知诸根性力呢智力。伊这意思就是讲。知影众生的根性、的性欲，以及着得果呢大小之智力。伊这意思简单讲呢，就讲知影众生的根基，属于呢哇比较呢较优秀的，较上根基的，佛祖清楚。或者众生根基较属于中下阶层的，较属于这呢、個、哦这劣、個、根性的。伊会知影，甚至众生伊修行所得的这个果报的大小呢，也一目了然，有这地位之力啊。所以修个正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佛祖知影。你修行修个进入这行为，哦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哎，这行为伊清楚。你修个十地境界，伊清楚。甚至修到这顶格的菩萨也清楚，叫做得果大小呢，是智力。诸位各听好，第五，在种种界呢，智力，这是佛啊，以在众生种种的智界，也是智慧之力啦。等众生啊，伊的智慧到倒位，哦，深入地，深入这三种教顶，用达到什么境界？佛祖清清楚楚，哎，佮第六，佮第种种界智力，
就是啊，佛祖知影众生呢，以种种的境界不同之处，有这地位之力，伊清楚。比如啊，这众生啊，伊就修到目前以来呢，哦，都大家呢要进入这个圣流境界，初果就亮起啊，伊清楚。知影众生以境界关系深浅就对了。国第七叫做第一切智所道之力。第知影众生啊，伊在个修持、个修道过程当中，哦，那么伊内容气脉这个因果呢，伊也清楚就对。这众生伊即个目前卡伫倒位，无法度通转一过啊，这就是众多因缘，伊清楚。伊修到这来，要量起呢六地菩萨、七地菩萨，伊已经有办法呢，通量起啊。伊也清楚，叫做第一切智所道之力。换一句话讲，就讲知影众生呢，伊个行道的因果种种的情形，伊有智慧之力，伊能了解啊。第九啊，第八，叫做第天眼呢，无碍之力。就是啊，佛能用伊天眼呢，看众生的生死，伊善恶的业呢。也是智慧之力。换一句话讲，等佛啊，用伊这个神通，用伊这个天眼呢，知影众生生死轮回状况如何，伊所自作的业因、业缘、业果，在流转的过程进行呢，伊清楚，有这智慧之力伫个啊。那么第九，叫第宿命的无老智力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佛啊，伊知影众生伊的宿命，哦，伊知影呢，无老涅槃的境界是安怎，伊也清楚。换一句话讲哦，佛祖拢知影这六道中的众生，哦，伊过去生种种伊的宿命，哦，伊的状况伊拢清楚。那一集呢，佛祖伊呢也知影呢，这无老涅槃的状况。伊更加唔免讲，因伊过来人啊。佮第站呢叫做第应端拾起地力，就是啊，一切妄惑啊拾起呢，应端不生，能如实抵止地力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佛啊已经啊一切妄想啦、烦恼心啦、拢断尽啦，乃至呢伊所有拾起呢。佛祖啊，已经断尽了啦，拢是二圣人各拾起啊，哦，声闻幻觉嘛各拾起呢，啊，未彻底圆满的菩萨呢，伊嘛是各拾起的。那么佛来讲，应彻底净化，应断拾起的啦，安尼叫啥？应断拾起的地力，佛祖拢记住啊，哦。以上就是简单甲注意报告呢，这个佛啊有实力的情形，甲注意报告到这呢。那么下面咱个介绍有一个无为的，那么这个无为就是佛啊有四种的无为。那么因为头前有提早解说过一遍呐，那么咱这个所在有重复去讲一遍，大家注意听哈。佛呢有四种的无为，第一。叫做是一切地无为，第二诸流尽无为，第三虽众多无为，第四虽苦尽多无为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咱先解说，叫做一切地无为啦，就是讲佛以修行修到这来。用证得了这智慧大圆满啊，所以呢，一心观就无畏惧啊，安尼叫做一切地无为啦。所以你看佛祖恭敬说法，伊拢未胆寒未惊吓，不但未胆寒未惊吓未惊张，佮恭敬佮非常自在，佮当客众生的心来需要，佮能引众生出离生死哦。叫做一切地已经无为啊。第二，
叫做自留真无畏。这个留就是烦恼意思。佛已经啊，断尽了所有的烦恼，同时佫断绝了两块的生死，也变异生死应办完，也分段生死应办完。所以呢，伊心内就无所恐怖啊，无所畏惧啊。啊，凡夫呢？凡夫有生死，有分段生死，佮变异生死啊。所以凡夫众生佮惊哩。佛应净化，当然就无惧啊。佮第三，说众道无极无畏，这意思讲，凡是众道的诸法，佛的道能自在说法，无所障碍啊。连一念呢，降伏一切魔缘，所以呢，亦无所畏惧啊。那么凡夫众生呢？恭敬说有那障碍啊。哇，这讲不下去啊！法亦无贯全理解，无深入其体证，所以说道就障碍啊。那么佛呢已经啊，世间的法，出世间的法，色法、心法、有为法、无为法，用三种教典都清楚啊。所以在说道当中呢，无所障碍啊。佮第四叫做说苦尽道啊，无为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呢，佛啊，会佛道，咱啊教育方啊来修，按照属性体苦集灭道的道理来修行啊，咱都要出离这个生死，哦，断尽一切三界苦就对。所以呢，叫说苦尽道无执无为，哦，简单讲拢哦，世间的苦佛做恭敬啊啦，哦，三苦八苦无量苦恭敬啊，哦。那么你只要按照伊方法来修，你都要出离苦海。所以伊要大家这款说苦尽道呢，已经无所畏惧。好、哦，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注意个听好。下面搁一个专有名词啊，叫做佛十八不共法呐、啊。这注意听好。佛呢十八不共法呐、啊，哦是只有呢唯佛才独有的。哦，佛这十八不共法啊，菩萨阁接近，但是还阁无法度呢。那我注意听好，十八佛不共法呢，唯佛独有啊，不异三乘经，菩萨有小分，究竟不能共啊，别人所无啊，不异他经。名为佛不共法，这总共一句，这十八不共法是佛才独有呢。那么声闻缘觉甲菩萨呢，因个还个无法度哩。哦，那么菩萨呢，伊只不过得了一丝丝啊，阿未完完十八不共法呢，接近就对啦，有消分。那么呢，甲最后时啊，还个是不共法。不共于声闻缘觉菩萨，叫做不共啊。别人所无，哦，不以他共，哦，安尼名之为佛的十八不共法啊。讲啊，啰啰嗦嗦啦，总共一句，这十八、这十八条法呢，唯佛作独有的啦。这菩萨声闻缘觉，因阁无够计条的，听都阿未到遐呢。所以修行修到佛来呢，是究竟圆满啊，叫做无定定啊。任何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呢，无都敢批评的。到底佛十八不共法对十八款呢？第一，心无实；二，口无实；三，念无实；四，无影响；五，无不定心；六，无不知机下。无不敌一下，七欲无减，八精进无减，九念无减，十慧无减，十一解脱无减，十二解脱离见无减，十三一切善业随智慧行，十四
一切口业随智慧行。十五，一切意业随智慧行。16，智慧伫过去时无碍。17，智慧伫未来时无碍。18，智慧伫现在时无碍。以上呢，就是所谓的佛十八不共法，咱稍看甲解说一下，默念一遍，大家未必然能了解十八不共法啦。第一，叫做心无实。这个心无实，唔是讲哇，这人失心去啊，哇，从乌白来去啊，唔是这意思呢。这心无实，就是讲显示了佛的心念呢无过失。哦，用清净无污染嘛。哦，佛祖身躯无可能会做着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的代志啦。身躯未去触犯着呢，任何一丝啊、一丝啊、一切法，伊拢未去触犯着，这不清净法就对啦。所以叫做心，并无种种的过失啊。因为大家清净圆满，已经无染的境界，叫做心无实的呢。第二叫做口无实，口就用这佛的口业呢，已经无过失哦，未染着这个口业哦，未去染着呢，这个嘴有恶口啦、两舌、忌语哦、恶口，伊拢总未啊，伊口业用清净无污染。第三叫做念无实的，这个念就是。佛的意念呢，已经无过失，用清净无污染啊。虽然凡夫众生的念呢，啊，唔是念善、念恶、念好、念歹、念念世间事啊。啊，佛伊念头呢，伊未随便起个无必要念头，我安住伫不生不灭清净的当中。第四，叫做无异相。那这无异相就是。佛对待众生呢，以平等心来对待，无分着这亲疏远近、富贵贫穷啊，啊，富贵贫贱呢，伊拢以平等心来对待一切众生，叫做无异相呢。无异相，拢佛做的心呢，去做代志，拢平等心去处事啦。袂讲，你人较好，我就对你较好；你人歹，我就对你较歹。你较好食，我就对你较好诶；你善食，我就对你较歹。佛作伊袂呢？佛对众生是以平等心对待啊，所以无分着你有熟识、无熟识、亲情还是非亲情、朋友还是非朋友，伊犹原以平等心呢来对待啊。接着呢，对这亲疏远近，拢平等对待，富贵贫穷。拢种平等以待，叫做无异相啊。那么第五叫做无不定心呐、啊。佛的心拢安住伫定中，所以呢，即静灵动啊，即动灵静啊，大家动静不离的境界。所以呢，无时无刻拢伫静态当中，又可能转。无量无边的法轮度众生，在度众生的当中，又搁伫禅定中啊！这个大家动静不离境界，名之为无不定心呢、啊。凡夫呢，就定在个地，无多震动啊；动在个地，无多静虑啊。唔是偏动，就偏静，无多大家存佛的境界，动静不离境界啦。所以呢。佛呢，伊十八不共法呢，伫这第五无不定心，伊就达到这中道动静不离的境界。佮第六呢，叫做无不离一下，这小解说一下，无听无，无不离一下，意思就是讲，咱凡夫众生接受着这世间种种一切呢，无非的啥？有苦修、乐修、不苦不乐修啊。那么，这个苦乐、不苦不乐修啊，在佛来讲呢，有大智慧，
伊知影了清清楚楚，因此会甲杀掉伊，会甲净化掉，会甲消炎气呢。那么凡夫都无共款啊呢？拄着苦代志，哇，心肝底啊未快活，心肝底啊呢，该郁卒，该赤压，下未掉。啊，拄着快乐代志呢，你是伫个笑欢喜，欢喜无够，暗时啊困，佮困落去倒啊，困去了，这嘴骨底拉稀拉稀，去做眠梦呢。无啊，都甲你快乐个境界，佮下掉，安尼嘛是无解脱呢。所以痛苦代志下会去，啊快乐代志下袂掉，安尼嘛是无解脱。所以呐，佛来讲呢，快乐代志下会掉，痛苦代志下会掉，不苦不乐修也该下掉。因为有强哥有咱的智慧，了解这个苦乐，不苦不乐，当然是缘起现空。我、哦、这个空呢，以空相应啊。所以能下掉一切苦乐之境，不苦不乐之境，以能消炎，能净化。安尼叫啥？无不敌意下。好，注意个听哦。第七，叫做欲无厌。注意听哦，这欲有两种，就是第一善发欲，以这个染发欲。那么佛啊，对这个善法的修持啊，无有这个厌足之心呐、啊。简单讲，这个欲有世间染有的欲，啊，甲这个清净的欲，也就是善法的欲啦。阮婆罗造求有这个欲望，哦，救度这些善者贫穷的人，这就是善法欲，哦。把人去痛苦，咱共安慰；哦，人需要咱个援助，咱个支持，这拢是善的欲就对了。那么一贯叫做啥？污染的欲，哦，比如讲你动个念头，共贪心啦，哦，想要造福就胖啦，或者你起心动念，拢想要歪果的，这款就是呢污染的欲啦。或者是呢要闹人后脚筋啦。或者是挑拨离间啊，拨弄是非呢？这款的欲，这款的念头呢，拢是不清净的，有污染的。总共一句，这个、欲不是绝对歹，有两款，一款是善的欲，一款是染有不清净的欲。在这个所在，佛的十八不共犯呢，是指着佛呢，对着一切善犯呢，以无尽的修集。伊心内总是袂厌足啦，袂感觉讲，我做做间就够啦，好好人天困啊，好人毕业啊，你啊毕业证书啊，无做代志。所以佛做这个做善法的用呢，是无止境的呢。哦，所以一处呢，佛做 BQ 啊，青梅啦，伫啊成尖成袂好势。那么佛做看了了后啊。真慈悲话去呢，就甲这比丘讲，阿那如尊者来，我代替你承接的呢。那么在这个时阵啊，阿那如尊者目睭虽然无看，一听到声音，真分明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哇！伊感动一个，目屎都泥流。伊讲你是人天的导师哦。这个素性的祝福，哦，你呢已经幸福啦，你的福慧已经圆满啦，你才要去做这个工课呢呀？佛祖怎个讲？讲佛啊，对这个善法去修持呢，无有厌足。哦，虽然名称叫做福慧圆满，但是呢，度众生的心哪里会当叫圆满呢？所以呢，我真愿意跟你结结善缘呐。来，我替你请柬呢。迄时阵呐、啊，阿那如尊者修佛道也德行感召呢。哦，又个欢喜，又个紧张，又个呢赞叹，又个呢感觉非常的安慰，真有安全感。对佛有充满了无比的尊敬就对了。所以呢，佛呢以这个欲，都、就是用修一切善法的欲呢。无止境，袂叫
四角叉叫溪流就对啦。搁第八呢，叫做精进无减。即简单讲，精进无减就种哦。佛祖虽然讲六道波罗蜜圆满呢，但是呢，伊精进也未叫失去。伊做一切善法也未去哦呢，讲无去做，爱种减起来。爱种幸福了后，啥物代志都无去做啊，无迄个代志。这样用幸福了后，愈解脱愈智慧，愈慈悲心。这些大助得助，做你家地呢，拢赢尽了六道众生伊所有的快乐、甲伊智慧、甲伊慈悲啊。所以一个开悟见过人，伊去做代志呢，哦，不得了啊！那么伊去做代志呢，迄智慧圆满，哦，慈悲圆满，唔是世间做对调。所以啊，卡一个呢，你卡过来百个啊。伊砍这个卡哨呢，你三更三夜想不出，这个圣人砍这个卡哨，有代表有啥物无量无边的含义，你想不到。哦，所以讲这精进无减啊，简单讲了，分呢，伊因为成佛了，伊同款呢，一切善法照做。第九，叫做念无减，这念无减就是分的伊心，无有一法而不念呐。这唯有分的独有的念头无减，念诸法无减就对了。那么第十叫做慧无减，就是佛啊其中的一切智慧，三世智慧啊，伊拢无碍就对。第十一叫做解脱无减，佛应断断所有的烦恼一习气，所以呢，得解脱啊，叫解脱无减啊。第十二叫做知见啊，解脱知见无减。这知见就是智慧的意思。佛在自解脱的当中，具足有无量的清净智慧。那么，以这个清净的智慧呢，知影所有的这个自解脱相。哦，这啊，这个、有解脱，这个、无解脱。哦，这个、有了义，这个、无了义，伊拢清清楚楚。那么第十三，一切善业随地修行；十四，一切口业随习气，随这地修行；十五，一切意业啊随地修行。这三个呢，都叫做佛的三业。佛那是发动伊心口意三业，去做代志呢，拢为智慧去领路就对了，大路神通。所以智慧存就目睭同款，能引路行，唔你行做唔到伊啊？安尼个三业行就丢呢？第十六，叫做智慧伫过去世无碍；第十七，智慧伫未来世无碍；第十八，智慧伫现在世无碍。这是讲了训练能以三世通达无碍的智慧啦。能了解过去、现在、甲未来，佛呢，伊拢无啥物障碍啊。安尼叫啥呢？佛能贯通三世的智慧，已经无碍。那么以上所讲，就是甲佛啊十八不共观呢啊，大概讲到这。最后要结束以前，咱运用佛经呢，讲了几句话：诸佛乃至出入色。利益众生，何况心口意业果，作而不利益。诸万恶众生，闻佛出入色，气香，皆得信心清净，爱乐以佛。诸天闻佛啊，气色香，亦皆摄五欲，发心修善。那么这意思就是简单讲，佛祖用三业清净庄严，伊的心教能度众生啊。所以佛祖呢，伊度众生来来去去呢，哇，拢能利益众生啊。何况伊的心口以三业，伊所做的点点滴滴，太无得度众生啊。那么同时啊，所有啊，遐恶毒的众生，遐魔幻的众生呢？伊看了佛，听了佛，
诶，伊所说法，又则是来来去去，伊身教庄严呢，伊内心就得到清净解脱，想要亲近诸佛啊。那么三界内底天界众生，听了佛恭敬说法，看了佛的三业去运作，诶，伊呢就下离种种的一切欲望呢，来亲近佛法，来修行啊。总讲一句，佛祖三业是清净，无时无刻拢总在度众生的当中，安尼注意清净哦。哇，时间到咯，会见哈。那明仔载微末结经第十二天同时间再会。